耳熟能详的旋律响起，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双手左右定点摇摆，高度绝对不抬过胸，大跳美国经典歌曲 YMCA。 这支川普竞选时每场必跳的搓澡舞掀起模仿热潮，戴着 MAGA 帽或是学着川普独有的撅嘴眯眼表情，社群平台上都是美国青年的模仿影片。不止搓澡是标志性动作，包括这支身体左右摇摆的扭扭舞也被大家争相模仿，还有这个右手狂敲的敲桌舞。川普更把他最爱的运动高尔夫球挥杆都融入舞蹈，超模性的舞姿被网友完美复制。川普效应也让这首70年代歌曲再度翻红，比较一下原版动作也是几分相似。跳一跳指着台下也是川普舞蹈的一部分，但回溯 YMCA 的历史，在70年代是首同志圣歌，因为出现赞美年轻男性的歌词。不过川普的 MAGA 公开仇视同志族群，理念和原曲相差甚远，但他并不在意，甚至还邀请舞团在海湖庄园模仿原唱表演，但可能因此招来一场诉讼。 And fans etc. that were like really upsetby the fact that they thought that we were endorsing Trump。 原唱团体指出，他们并不愿意被卷入政治活动，也不愿被认为支持川普，因此决定一状告上法院。但对于川粉来说，不过只是开心跳舞而已。在本届美选代表美国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下，对于原唱来说，可能更不愿意和某一方挂钩。不过毋庸置疑的是，川普魔性的招牌舞步已经让人想忘都忘不掉。中选鬼中心综合报道。这个周末